左脚横跨一步，随即右脚向前上步，长步丁步半马，两手交叉，右手里收，使掌心朝前，左手收于左腰间，然后右手掌外旋里收，左掌内旋推出，两手分别两下呈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左脚向左横跨踏出一步，左大门踏出一步，右脚随即跟进，两手交叉，右手里收，使掌心朝前，掌指朝下，左手收于左腰间，然后右手掌外旋里收，左掌内旋推出，两手分别两下呈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两手成掌，左手往前推出，右掌稍微后拉，使两掌心向上，然后经过沉腕作结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手变掌，右掌外旋回拉，左掌同时向前推出，使两掌心向上，然后经过了沉腕作结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手里收往左，然后向前向右做圆弧动作，在右前方抓窝成爪，收至腹前做狸猫洗脸，然后以两掌根为力点向前弹出，呈白鹤现爪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掌里收，从左向前向右向右前方抓窝成爪，回收至右腹前呈狸猫洗脸，然后向右前方弹击呈白鹤现爪，目视右前方。右脚向右横开一步，随即提起右脚上步，左手从右前臂下方挑出，右手外旋里收至右腰间，然后
右掌内旋向前推出，左掌外旋回收，连续两下呈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右脚向右横迈一步，随即左脚提起上步，左手向上挑起，右手里收腰间，左手内旋使掌心向前，然后右掌内旋左掌外旋向前推出，左右两下呈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左掌外旋回拉，右掌外旋向前推出，使两掌心斜朝前，呈双指朝阳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左手稍外旋回拉，右手外旋推出，然后经过了沉腕坐结，使两掌心斜朝前，呈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从下向左收，然后向上扬起，向右前方抓窝呈虎爪，然后收至腹前呈狸猫洗脸，然后以掌根为力点向前弹击，呈白鹤现爪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两手里收，从下从右向左向前划弧，直到右前方时抓窝成爪，里收至腹前呈狸猫洗脸，然后以两掌根为力点向前弹击，呈白鹤现爪，目视左前方。左脚外摆，右脚上步，随即蹬地起跳，两手抓握成拳，以两肘关节为力点，分别向左向右展开，然后右手向右弹击，呈白鹤弹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
左脚外摆，随即右脚提起向中踏出，起跳，两手握拳向左右两侧，以肘关节为力点向外伸展，然后右拳变掌向右前方弹击，呈白鹤展翼和白鹤弹翅，目视前方。左右两脚同时叠进步，两手收回，然后往上插，呈美女照镜，然后顺时针的旋转一周，呈锦盘摇珠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随即两脚向前叠进步，两手收回，从下往上插，做美女照镜，使两掌心朝内，然后顺时针的划圈。这个叫锦盘摇珠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右脚退回一步，呈左弓步，然后先右后左，扬臂向前抡劈，呈仙人打鼓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右脚向后撤一步，呈左弓步，然后左掌向前往中轮劈，右掌继续往中轮劈，呈仙人打鼓，目视前方。随即右脚进步，两手往前握拳，然后向左向右拉开，
常癫痫出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右脚随即上步，两手抓窝成拳，然后分别向两边展开，呈癫痫出现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随即两拳外旋里收，以两前臂为力点，向中夹击，长脚刀剪芙蓉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随即两拳外旋里收，以两前臂为力点，向中夹击，左内右外使两拳心向里，长脚刀剪芙蓉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左前臂内旋，以尺骨侧为力点，向前推出，然后随即右拳回拉，收至右腹前，呈霸王开弓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左前臂内旋，以尺骨侧为力点，向前推出，然后随即右拳回拉，收至右腹前，呈霸王开弓，目视前方。左旋外旋收于左腰间，右手扬起，以前臂尺骨侧为力点，向下盖脖，呈白鹤盖脖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步行不变，左手外旋回收于左腰间，同时右手扬起，从上往下，从中往下盖，呈白鹤盖脖，目视前方。两手成掌，左掌从右前臂下穿出，置于左肩前，然后右手收至右胸前，忽然转身90度，右手沿大腿外侧向下扫切，呈白鹤扫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两手成掌，左手从右前臂下方穿出，收于左肩前，右掌回收至右肩前，同时忽然转身90度，
以掌刀为立点，向下扫切，呈白鹤扫翅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左横跨一步，随即转身九十度，左脚里收，左掌向前传出，右掌从下往上摇托，呈青龙滚水，目视前方。随即重心前移在左脚，以右脚跟为立点，向上挑起，呈魁星踢斗，然后忽然转身135度，两手以单指向右后方插击，呈回马一枪，目视右斜前方。左手从右臂下方挑起，回收至左肩前，然后转体90度，右手以右掌刀为立点往下扫切，呈白鹤扫翅，目视右后方。右手成掌，从左前臂下方向右挑击，呈一枝梅花，目视右后斜前方。左手从右前臂下方穿过，右手弧形回拉，呈白鹤引进，